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婷，欢迎收看尼玛的六十秒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在尾音做一些变化。我们平常唱歌的时候，如果很直接、很放的话，听起来可能像这样。黑色的疯狂占据了黑色的你。尾音容易懂，然后又没有什么语气。那如果我们做一个渐弱，以及气的维持比音再长一点点，它听起来可以像这样。我放慢一点，大家听会比较明显。黑色的疯狂占据了黑色的你，就是你，然后气再多送一下下，这样就会有一个语气上的加强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